来，让我们欢迎歌声最好听的蔡琴。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回响在我的失踪。你模仿的蔡琴对不对？但是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世忠。今年几岁了？60几了吧？比蔡琴小一点了。你是男的？你本身是男生？我是男生啊。是男生。难怪我刚才旁边看，对呀，怎么这么壮？对啊。可是你是男生，这个声音可以这么美妙。对啊。学什么出身？我学声的。我听第一次听到蔡琴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这声音怎么跟我那么像？这样。我第一次听到她唱歌是几年前？应该是20年前吧。应该是你，奇怪，蔡琴声音我跟她很像，什么蔡琴很像你？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她的声音。你有见过蔡琴本人吗？有，我还跟她同台，然后还有对唱过。你跟她对唱过，那就厉害喽。那是不是一直笑？那跟你对上，他有没有给你什么评语？其实那时候，他就点头啊。可是那时候我模仿很多人啊，就在那个节目模仿蔡琴啊、潘越云。结果蔡琴觉得说我比较像潘越云。今天你就要更上一层楼。现在你用潘越云唱蔡琴的歌，预备开始。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。真的，对你来讲会造成什么样困扰吗？其实没有，这只是工作而已。是啊，对，只是工作而已。但在表演的时候，有没有那种酒客来那种骚扰你？酒客，我在台上啊，酒客。有的喝醉会上台啊。对啊，很少吧。还有一次更好笑的是，那时候那天我好像就是他们唱完要下去打招呼，可是我就没有换衣服，就是女装下去打招呼。就有个客人就很神秘，然后偷偷的跟我讲说：“里面有个人妖。”请问一下，你是喜欢男生？我喜欢钱。这个无性主义。对。自己来。这样讲吗？我也请人家帮帮忙，国光帮帮忙。这个忙帮不上。没有帮我介绍啊，介绍女朋友啊。介绍你，介绍你朋友。那你不能穿这样去，我这不被人家打死的。当然不是啊，那不是。可以啊，江江你好，我是蔡琴。